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二月一号是跟柯总召聊了什么吗？好，身为部长需要路怎么走？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心情怎么样？ 议员院长，第二次选举报告书，出席为105人，发票105票，开出票数105，有效票105，无效票0。现在报告本院院长第二次选举报告书，请韩国瑜院长进来，要不要领这个当选证书啊？啊，不要回家了，赶快叫他回来。